二十个够不够吃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金锅贴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老规矩，配料都打在屏幕上了。我觉得饭要和投缘的人吃，日子要和懂你的人过。今天用的是小黄人和苏尔联名的大眼门去炒锅，煎至底部金黄，倒入一碗面水，把汁水收干，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外表酥脆，内里香嫩多汁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